今天我们来开箱你可能从来没有买过的摩斯汉堡周边产品。搞什么搞什么？哎呀，阿星，哎，马田，嗨，我跟马田两个人呢，今天路过了摩斯汉堡，突然看到他们旁边在卖这个可爱的小菊若，他说有特价，对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摩斯什么时候开始卖这些有的没有的东西？就去看，对，哇，这么多东西，通通都是摩斯出来的。我觉得他旁边的商品比他在店里面可以卖的还要多，种类还来得多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跟马田叔叔两个人呢，就来把摩斯里面你可以买得到的一些周边产品，我们都把它买回来，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。正常人十个进摩斯汉堡，大概不会有半个人带这个东西出来。对，应该是有一些是在摩斯曾经打过工的，好，可以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东西在店里面卖多少，销量好吗？什么状况下会有客人在吃饱的时候想带一个回家？我们一个一个看你就知道了。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来看，好不好？就从他们的热卖商品，这个可能是会吃过的，好不好？对，好像是最没有打到它本来，然后它上面写越 Q 越冰，越冰越 Q 啦。我只想知道它本来能一坨的站起来吗？你觉得不行？有这个机会吗？我觉得不行。这个美工刀我们开过各种各样的东西。对啊，好，它很 Q 哎、欸，它不可能啦。三二一。哇！死掉！嗨，你打在 Kimas。嗨！甜甜香香的果冻感，香味跟甜味不会觉得太假或太重啊！我懂了，越冰越 Q 啊！所以如果冰起来，我觉得可以站起来吧？嗯，有人可以告诉我吗？三分，再来呢，下一个我们要来做咖喱。完全没有想象到为什么会出这一种。他们是打算把自己朝着像无印良品那种方向走吗？还是他其实不想做店家？对，他想开始想，他是做这种。如果他卖这种，我在家里吃饱了，为什么我还去买汉堡？所以是两个完全想法不一样不一样的东西。鸡肉口味，辣味鸡肉，不辣的鸡肉，不辣的鸡肉。不辣的牛肉，不辣的猪肉，我们就拿去加热，加热试试看一下，好不好吃？下一款呢，我们来试吃看看，这个一包一包一包的好了，好不好？它是花生麻辣腰果。为什么他好像把所有他能贴牌的都贴一贴这样？这都不能讲实话还讲。这食物到底跟摩斯有什么关系？对啊，没有啊。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事不做，一做就要把很多东西堆上去，然后就跑那个网路网购的市场。他只有一个产品会没有办法卖，所以他必须得很多很多很多对产品才有办法卖啊。麻辣花生，试试看看了。我不能吃太多，只能小试一点点。いただきます。一样味道。这跟摩斯有什么？比较大包吧，平常为什么包一点？啊，比较小小包，哦，很辣哦，好吃哎，刷嘴的那种，它没有调日式口味，你听得懂刷嘴啊？听不懂啊？那你对个屁，专业啊？难道是？哦，我觉得不是哦，你觉得不是什么？我不是刷嘴，刷嘴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你要这样吗？你要进入这一种吗？刷嘴就是刷嘴，啊，零食就是一直吃，停不下的那种。噔，三分，那种小很多。腰果比较贵，所以价钱应该是差不多吧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，味道没有那么重，没有那么麻辣。对，没有那么麻辣。但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吃，它味道比较淡。对，腰果比较不常做调味。不错，腰果最常的调味就是盐。对，所以这个是有特别。噔，两分。你讲那么多，跟它分数一样。喝点饮料吧，有点干，有点渴哦。摩斯豆奶，摩斯豆奶。微糖，这个是无糖。你喝饮料杯子啊？哦，你两个都要喝啊？贪心的家伙！你自己点饮料的时候，你喝的是无糖还是微糖？我喝豆浆。好的，我再说别的饮料。我是附庸，我是喝牛奶。不要瞎掰好吗？无糖比较多，我也喝无糖比较多。那我们先来试试看无糖的好不好？好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它豆味好重，其实不用冰的豆浆喝起来都比较浓哎，冰的那种它就会变得感觉比较稀，喝起来比较顺，这个就比较厚。但其实它没有加别的啊，但就是不一样。噔噔噔，两分啊，我不喜欢那么豆。这家伙讲话什么时候变那么？这是什么劳力士吗？各位有看到劳力士在上面吗？哎，劳力士哎，是不是劳力士？劳力士，这是劳力士做的盖子吗？微糖，いただきます。
加了糖，不好喝，就变成平常的豆浆。那个豆味小很多，少了一点，豆味少很多。然后甜味不像微糖，甜味像是四分糖，一般的豆浆没有这么的甜。嗯，评个分，噔噔噔噔，剩下倒数三样，先来喝的玉米浓汤。计较商联合利华股份有限公司，大家已经知道它的味道了。哦，对耶，打开玉米浓汤，我觉得它比平常的大包，好，这样就好了。嗯，玉米糊吗？你是婴儿吗？应该要再多吧，先搅拌，好，先把它，不然会结块。麦当劳的味道，哎，麦当劳喝完每次都会好口渴，你会吗？我没有喝过，你没喝过麦当劳玉米浓汤？对，我觉得很胖啊。因为我吃的时候就是凌晨三点啊，怎么你喝个玉米浓汤好像我都会把睡不着，我都会把饮料换成玉米浓汤，哎，差不多了，我觉得这样。这样吗？好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正放一分钟，那我们先开别的，下一个可乐果，跟摩斯一起合作的辣味摩斯吉士汉堡，看起来就是辣味可乐果的感觉，但是它的。吉士汉堡是没有辣的，它是加了辣味，它可能是肉末加了辣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神奇哦，有摩斯汉堡的味道，就像是它的那个上面来一坨番茄酱，就是那个味道。你说它是不是超级好吃？没有，它就是没有，它就是很像。但如果别人没有看到这个，你单纯吃的话，认得出来？有机会，你会猜得到是什么肉酱啊、番茄口味。那你猜不到是摩斯。评个分，等等，四分，像，厉害，玉米浓汤，玉米粒蛮少的，几乎没有，对，几乎没有。浅尝一小口，いただきます。水加太少，好浓哦。对，我要告诉你，好像不太对，好像是吃两根那个玉米棒。玉米棒，哦，对对，那种哆啦 A 梦玉米棒。いただきます。结论，很重的玉米棒。一个分，噔噔噔，太重了啊，跟街上买的一模一样了。对啊，好，来咖喱特效。咖喱，第一款摩斯日式鸡肉，哇，好大块，好大块肉哎！下一个，哦，不是吃一口然后品一下，你要一次过，对，这么硬啊，对，满满当当 ，OK， 好，我先从鸡开始，这个是原味鸡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嗯，好辣。不像是咖喱包肉，完全不像，它不干不柴耶。然后它的咖喱是就是感觉新香料的啊，那味道甜甜很顺的那种，那个肉真的完全不像哎，弹的感觉，像是刚宰的，好可哦，很业配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业配。先评原味鸡，得得得。五分，目前吃过最好吃的烤里包鸡，料理包来说这个是最好的，最顶尖了。好，猪肉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好厉害，为什么都那个味道是一样的，差不多的，其实是有点硬，但是质感不像料理包，但它就不是你平常吃到的那种肉块，对，那个肉块就是吃起来不一样的，那个吃起来像牛肉啊，对，嗯，等，好吃，牛肉来咯，是那种有筋有肉的感觉，没错，是弹的，真的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哇哦，就是牛肉面的肉，然后口感什么都是一样，严重低估了摩斯的那个。对 ，KFC 是葡挞，摩斯是咖喱，这个摩斯是咖喱饭的。我觉得鸡肉的质感还是最可怕。嗯，再来试试这个鸡肉，辣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哦，那鸡肉太神了吧，辣的更好吃。然后胡萝卜也很大颗。嗯，好不好？粉。跟刚才差不多，来点饮料吧，差点忘了。最后一个摩斯抹茶欧蕾，这个好像是店里面有饮料可以变冲泡，可以直接点的，100%正刚抹茶粉呢，原产地台湾。你知道为什么要喝冰的吗？为什么要喝冰的？因为我们不够水。好了，好了，完成了，冰块，好，交给你，交给我什么？分一分装啊？对，哇。
可以吧？哇，厉害耶！工作室穷到那个水都只能够用冰块，用冰块了，还只能用别的道具的东西，这边穷翻。我们是全台湾最穷的百万订阅平台，绝对应该这个字没有，绝对我没有人会冲出来说不是。对，我觉得用最多的是机票。我们的频道，对啊，如果扣掉机票，机票大概占我们频道90%。哎，你的机票是不是加一加加一加，可以让你的里程数直接飞去去非洲啦？要去非洲啦！好了，来，摩西的抹茶奥雷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好苦，但是是那个日式的苦，对的，它不是抹茶香精哎，不是啊，它是。因为他是我们之前做的那种苦味，对，它是最后那种茶的茶叶的苦味在最后哦。如果你喜欢那种比较正式的日式偏苦味的抹茶的话，这个超级超级超级推，来，四分。我觉得很有价值耶，这次很意外。我本来以为他都是开出一些垃圾之类的，但每一样其实都是水准至上过了，除了花生啊，我觉得。花生就是调味，对，就是你会在别的地方买得到，嗯、但这个咖喱绝对是只有他这家。好了，今天呢，就是我们摩斯你可能没有买过的一些周边产品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感觉去吃摩斯的时候，可以挑个一两样来试试。那这不是工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给他留下个大家喜欢，让我知道。还有别的店吗？对，奇怪的商品也可以直接找我们工商，哦、工商这样这样更好，对，好不好？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大家会发现为什么我们的书图都这么奇怪？其实我们没有看对方，对对，其实有三张可以选，但是三张就是一个往这边看，一个往那边看，完全没有聚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再来又知道多一点秘辛了。